这就是龙魂陨落星辰的结晶。他们要抢走龙魂，快阻止他们！这些人格杀无论，让我们齐心协力。楼兰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也要为他们战斗。 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倒下。你能阻止我，那你能不能阻止他们？我们该怎么办？保护楼兰。我们一定能阻止他们，就是现在。 他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能够驾驭邪恶之力？